再见。D major 7。7的话就是3前面一个全一，就基本上这么快，然后再 flat 它一下，就把它全部。比较简单，用的这个东西，歌里面也用的是。
最重要是能够落实在情上的，不是光只是知道 apply 来。所以 D diminished 到 7 的话，就不是前面一个全音，不是这个有不同这一招做它前面一个全音，因为是从这里开始做小三度的，就变成是一个半音了，就这个特别一点 diminished 的，这比较难。难，对，因为它 diminished 的话是7是 flat flat 降两次，就跟属七啊跟其他七和弦不一样。我们也是可以特别的。叫谁呀？叫国庆。对啊，这是你从你大这种大气和弦，你可以考虑根音前面半度，半个音，半个音，然后半个音就是 D小。知道我在说什么？
解释一下那怎么是虚效啊？啊，是吧？因为从这里开始跟小三度。哦、oh, okay.。所以奥跟丁是有一点跟那个规跟一般的规矩不一样的。我刚才讲那个，因为它的蒸汽的话是这里边小三度的话，所以它是一个前面的一个。从它的上变小三度的话就是七，对，你听起来应该是哆咪升嗦西，听起来是哆咪升西，哆咪升西。7常常用，然后是 B-flat7，7也常常用。OK， 大家都掌握了，都知道这个特点了，都可以吧？只是东西多，就比较硬一点了。但实质上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这些红色的路全部记下来 ，OK？ 最起码你考试一定会用上的，下周就考试了 ，Open Book。现在跟你讲几个。一种就是说比较相对偷懒的弹法，
因为你知道这个这七个这个七和弦都是四个音嘛，四个音比较好像都不好弹 ，OK？ 那是不是可以去掉一个音，弹三个音呢？来代替它呢？就是跟大家讲那个，我用 C 来代 C 代表的话 ，C 是什么？一三五七三。如果要只弹三个音 ，C7。教材五十页。对，那 C 是应该不能去的，因为 C 是根音，本身它定这个定调这个音是和弦是什么音，就 C 不能去的。那个7 fret 也不好去，因为去掉的话，我只弹哆咪嗦的话，就是跟 C 大上和弦一样，所以这两个都不去，唯一剩下的一个 choice 就是我不弹第五个音。或者是不弹第三个音，如果你要想弹三个手指的话，三个音的话可以这样，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基础。那如果是 C minor 7的话，因为这个定义的 minor 是小三和弦，所以这个就不能去了。就 C minor 7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弹这个，明白吗？弹这个是四个音的弹都弹出来，如果只弹三个音的话，可以弹这个五音省掉，或者三音省掉，这两个都可能可以都可以。但如果要弹 minor 7的话，那就不能省三音的 fret， 因为这个。他就突出了他是 minor 和 minor 的和弦，所以这个不需要取代。OK。你说不同在哪里呢？你当然能够有四音弹出来，当然比较好听了、啊。对。这就是不同啊。OK。你的四个音只弹三个音，肯定那缺那一个音，肯定就没那么好听了。对。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，左右手配合，你记得吗？我们记得，当我弹哆咪嗦 C 的时候，我可以弹。哆咪嗦西在对不对？或者是我可以把这个哆弹这里可不可以啊？也是一样的嘛。所以如果要弹 C7 的话，那我右手是可以直弹这三个音，左手来弹这个哆。因为不是跟大家讲左手要弹那个八度二根音嘛，所以这个哆已经在左手负责了，左手处理这个哆的音了，那右手只需要弹。那剩下三个音，明白吗？这种弹法，这是左手，是右手弹，也是可以的。那这样子弹会没那么好听，还是一样？不一样，这个是一样，因为这个是你四个音都出来了。Actually， 你到时候你不一定这样弹，你到时候会很多，我们会讲到分解的时候更多音配进去。只要这四个音出来，它就是一个这个它应该的和弦。你也可以两只手都有八个音都出来了，对，那更好听了。对，反正音越多越好听，越少当然就听起来就比较 dry 啊，就是这样，比较单调。单调，对。所以就是这个所谓的偷懒弹法 ，OK。所以举个例子啊，一个 G7。怎么弹呢？用左右手的话，那左手就是弹嗦，这个就发发细，左手七度发细，不可以记声。左手弹根音，右手就尽量弹，哦，弹四个音或者弹三个音，也就是它如果是四个音，就四个音都弹出来，然后三音的三和弦就三个弹出来，哦，但是如果说左右手的话，你能够尽量的，左手，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讲比较难能够有弹，比如说四个音都跑出来比较难，但是三个音最起码，左手三个音还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对。
左手三个音，对，右手三四个音的都没问题，但是左手那三个音也出来的话，就变得弹得很满了，对吧？就是整个这个和弦都跑出来，所以其实他们那种弹，弹爵士的人就是这种嘛、啊，他的那个就是什么西十九啊，啊西九和弦啊，或者西十一和弦、十三和弦，上一次不是那个 video 关大伟那个就讲。所以他就弹很多出来了。对，如果西西九的这样绝音啊，要绝音。一三五个音了啊，五个音，一个西十一呢，有六个音，西十三就七个音，那你不可能一个手弹六个音七个音，那一定要左右手来负责或分配，会怎么样？会省略。OK， 就谈到那么高阶的一些和弦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些那个忽略到 OK， 或者是左右手来负责的。那就 advanced level， 对。OK， 然后什么时候看那个 video 再来看？1:45、1:58、1:67。可以啊，可以。现在几点是要给他们休息时间的时候？休息五分钟，再来看那个视频。对。他们还有教学，然后最后就要看你们谈了。哎呀，我看他可能就是。哆自己就是一度，因为从哆到哆就只会经过一个字，就是哆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，如果哆到 re 是二度，
前面就是前面这几个用球的传球的两三球的，但是你想用的几个用的几个用的。明天没有主日学，那我们就留下来学习学习。太苦了。嗯，太吓人了。哎，等等。有 recall。还有 recall。有听得到。太吓人了。他大声的尖叫。那就等他抽那个抽成麦之后。我知道后面小三个，如果你数的话，我能明白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那个公司说，如果你不用数，那就开始前面。不行，他说那个不可以用，那不是通用的。对，那个不对的。我觉得就不去记那个。对，对，我觉得那个你用那个套的话就不对了。对，那就不记了，那就自己数了。对，小三度这样。然后又开太差了，视频。对，我明天去。我刚一来，我对你更赞了。你要处理好事情，我们发言。有问题跟你那个啥吧？就他他都懂，你懂？我懂吗？书上的，我就是我懂了，书上的要谈起来。对，我也是说能懂，然后再回到情上来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如果要是就是那个是比如说熟悉和弦的，然后他比如说那个米拉道就是除你以外的那个米拉道要重新琢磨他，对，就要花时间。以前按很熟了，现在对现在就改了。不过有一个是那个的，他是哆咪，这个是比如说米拉道就加一个嗦，把那个嗦这个就是挪前面来一个用。那别换手指了，我就不能这样别换。不，你这个呢？以前很像那个 A， 这里变成 A 三，怎么样都是对，然后手指可能要变位置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我们开始视频。Hello， 我是微微关大伟，欢迎收看 Nice Call 好和弦。我今天让你一次搞懂所有的音程。